我们继续关注中概股和数字平台经济相关的消息。有消息称，中国全国政协下周将召开数字经济专题协商会，包括百度在内的大型民营企业负责人据悉将参与会议，这引起了市场对于会议是否会出台具体措施的关注。不愿具名的知情人透露，这个主题为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专题协商会，与会者将包括网信办等监管部门的官员，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等企业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可能会出席会议。目前尚不清楚会议是否会导致政策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会议日程也可能因为疫情等因素而调整。过去一年多来，中国官方对互联网企业的整顿重创了几乎所有大型科技股的估值。这次会议虽然是针对更广泛的数字经济议题，但投资者们仍然关注是否会在互联网监管等方面透露更多的政策信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4月份曾经召开了同个主题的专题调研远程视频会议，为下周的专题协商会做准备。当时浙江杭州地区由海康威视等11家企业参加了会议。南华早报和华尔街日报此前都报道称，中国计划五一节之后与大型科技公司举行座谈会。彭博社曾数度致电全国政协新闻部门寻求置评，但电话未获接听。百度暂未回应彭博社寻求置评的请求。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3月中旬举行会议，要求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之后，市场政策预期升温。恒生科技指数一度自3月低点反弹 37%。 中共政治局4月的会议进一步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并实施常态化的监管，但并未见具体措施，这些令投资者失望。该指数近期回吐了本轮的大部分涨幅。关于中概股平台经济的松绑，帕平曾经做过一期视频，叫做一招鉴别到底是根本转向还是权宜之计，也欢迎各位收看和点评。